好，就是这一张专辑是双封面，除了这首《笑》是比较摇，怎么讲？对，除了《笑》，就是我比较，就是因为我的词通常都写的会比较就是咬文嚼字一点，对，因为我很喜欢就是那一方面的文字游戏词。对，那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因为为了配合电影，对我的少女时代比较青春的，那个高中青涩。电影啊，加油加油！之外就写了这首歌叫《我们青春》，那这个歌词就是比较跟以前不一样，就是比较白话，然后比较轻松一点的。是，不过这 shot 有很多定义了哈，这个是有点双关语、三关语，对不对 ？shot 也有点像小，对不对？或者笑，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或者是酒吧里面喝的 shot， 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随着我们。人越长越大，压抑的事情其实越来越多。对，那对我来说，我自己宣泄的方法就是音乐。嗯，对，那我觉得写一首歌可以帮助，就是希望可以让一些人产生共鸣，然后甚至帮助他们宣泄自己内心的压力。是。对